全球销量破2000万册的《秘密花园》第四集《奇幻丛林》本月初上市。搭上着色风变潮的德国文具品牌辉博，去年单单36色色铅笔在台湾就卖出超过6万盒。9月中，台湾将首度推出48色组合，一旁还加了铅笔、削铅笔机等单品，让画画更便利。除了48色，花了10年时间说服时尚老佛爷卡尔拉格斐，由他本人设计与辉博的联名款色铅笔组。9月初全球同步亮相，哇，重达16公斤的笔箱以黑色3毛榉木制成，而拉格斐最爱的铆钉元素也在盒身展现无疑。喜欢数字7的拉格斐也将箱子设计成7层，顶层是铅笔、碳金笔和笔刀，其他6层抽屉以颜色划分，共计120色，还有对应的粉彩条、艺术笔都是老佛爷自己亲自挑选。箱子上方还有拉格斐签名和出厂编号，全球限量2500组，要价99,999元，是该品牌史来最贵的色铅笔，台湾区第一批，仅限25组。据了解，一上市就立刻被秒杀啦，想买来收藏的人得等到10月进货的最后25组咯。动新闻，这些笔盖狗熊蛋，贵松松报道。